好，我是宝。对，今天呢，我们本来是要来拍 Costco 的，但是因为现在双北就进入了三级警戒嘛，然后想说我们就到平常买菜的地方，就是全联来买菜，然后顺便因为试过他们的酒嘛，然后就来试试看全联吧。Let's go。我是宝，对，我买回来了。现在这个时间应该还是尽量待在家里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去了比较不一样的地方，没去过的，那就也来试试看吧。好，那第一支我们要喝的是法国拉菲集团拉菲传说波尔多白葡萄酒。我们上一集才喝过高档版本的波尔多白酒，这支也是Sauvignon Blanc 跟 Semillon 做的。闻起来是很正常的酒啊。我们再喝 DK 看看。我先讲。好，你先。闻起来就是芳香型葡萄的味道，喝起来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形容。你刚刚没讲。那如果要形容它的风味的话，它有青草味，然后有柑橘味，白柚吧，凤梨。退冰跟醒酒之后，它的味道就比较有凤梨。可是呢，它的酸度真的很高。刚刚讲的那一些，比如说青椒啊、柑橘、凤梨这些东西，都占整个味道里面的非常非常非常小的比例而已。只能说它是一款清爽的酒了。我个人也没有。那我们第二支要喝的是罗斯曼酒庄塔米纳雷斯林白葡萄酒。觉得这支酒还蛮讨喜的，因为它就是那个 Gewürztraminer 跟 Riesling 的混酿嘛。因为 Gewürztraminer 它的特性就是会有很强烈的荔枝感，对，所以这一支呢也有很强烈的荔枝感，还有 Riesling 会给它的柑橘味跟酸度，所以呢这就让它整个结构撑起来，就喝起来又香又甜，然后呢又有酸度，算是一支还蛮完整的酒，是还不错啦，我相信这会有人喜欢。但可能对我来说有点甜，那你觉得？如果是新手刚接触酒的，喝这个应该会喜欢，酒精感不会很强，就会觉得好像在喝果汁那样子，然后甜甜的，然后香味又很够。我是正在进修 WSET Diploma L4 的品酒师，那我的频道呢是拍摄一些名酒的开箱、葡萄酒的知识、卖场超市酒试喝心得。那如果呢你也喜欢这一类的影片的话，欢迎帮我按下订阅键，按下小铃铛，这样我们在上新影片的时候就可以通知你咯。第三支我们要喝的就是 Don David Reserve 精酿塔纳红葡萄酒。耶、我们第一次要喝 Don David， 我们一直看到邻居在喝 Don David。 我觉得这一支酒还可以耶。对，我本来也会恐怖，但是也还好。然后红李、肉味、烟熏、橄榄一点点香草，那个肉味的感觉占了可能50%的，很明显的有一层单宁，算是细的，对我来说不会很咬。微妙的事情是感觉微味有点辣辣的，是觉得还 OK 啦，可能配牛排吃或什么的。那你觉得呢？有点涩，辣也是有，但是分不清楚是辣椒辣还是酒精辣。四支要喝的是安第斯之剑雅古丽精选红酒。黑色桑葚、黑色李子、香草、紫罗兰、巧克力。那单宁呢？我觉得是有的。
颗粒对我来说稍微大一点点，但还 OK。然后酸度跟酒体也都有，所以呢，算是一支什么都有的酒。那可能对我来说就是味道稍微简单了，但其实还不错。如果是吃牛排什么的话，这一支应该也蛮搭的，还蛮香的。然后我觉得 Medican 的比较好喝，哦，真的。Decan 完之后，酒精感会稍微出来一点。那么第五支要喝的是金色的小猪南法小猪珍藏红葡萄酒。味道就跟刚才那两支味道完全不一样，蔓越莓皮、黑李、香草、奶油、烟熏，有点黑胡椒的感觉，酒体蛮大的，感觉得到酒精感，但是因为它也蛮 fruity 的，所以还可以，是比前一支味道好像还再多一点点，我是觉得比较辣一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，这段时间呢就在家里面喝酒吧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欢迎帮我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啦，下次见，拜。